菲斯省各城市的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，而在温哥华多项的市政问题最近浮现，包括温氏警队的超支预算案、唐人街的治安和涂鸦问题、房屋价格难以负担和提高房屋空置税的议案，另外还有各大政党的内部斗争。究竟种种的问题会怎样影响盈利的市选，而市民对于哪些议题又是特别关注呢？时事平台星期日晚8:35，我们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议题。